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你们是盖同一条被子吗？对啊。是哦。不然呢？很多夫妻盖是吗？在一个床上，因为怕抢被子啊，可能睡眠习惯。哦，没关系，因为我都会抢走他的被子。OK OK 的。然后我睡觉就是很喜欢往他那边去，所以我一醒来的时候就会发现我那边空间很大，他那边空间很小。我就说我是很想要黏你，我才会黏过去，好吗？如果我不想要黏你，我们的中间的空间就会那么大。大家有看到，就是那个 season 就是双十一，所以我们开始要备。对。小 BB。你等一下跟阿嬤说，阿嬤，小 BB， 你这样，小 BB，啊，你代表小 BB 在哪里？哇，100分！你，我问你，小 BB 在哪里？小 BB 呢？小 BB，小 BB 在哪里？小 BB 啊！小 BB，哇！那你就不能跑步了。还是会跑啦，走不好，那就是可以慢慢跑。对了，有的人到最后，怀孕到最后都还在做重训。对啊，他每年都在运动，到现在都还在运动。对，之前一直觉得我们试了蛮久，你昨天喝醉了，怎么想要的时候就昨天回来？不是啦，我们礼拜五，放轻松啦，放轻松。对啊，但我也想说，一直专心还不跑那个半马，所以前几个月没在跑一下半马。我怎么觉得天气好热，跑这个小孩，跑这个小孩。看得到老公的行事历是吗？当然啦，拜托，行事历都是我们帮他弄到嘛。公司的行程就是公司弄，私人的行程就是助理小梅帮他弄的。OK， 我很喜欢，就是先把东西一周的时间表都先拉出来，甚至可能下个月的时间表拉出来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那种我们小时候还可以说，哎，你明天干嘛？明天晚餐怎么样？大家现在约晚餐、约事情、约出去玩，工作连玩都是要安排好的，都是已经安排好了。然后我发现就是跟他。好几次的美好对话沟通都是他不知道自己的行程，就是明天要干嘛，明天不知道，或者是，欸，突然间今天想要去哪里吃饭，没有，现在没有定位就没办法去吃饭了。 OK， 所以我现在就是会帮他就是稍微的整理一下，安排一下，说你看我们这一周已经就是有可能两三个聚会了，所以我们就是不能再约更多的聚会了，因为我们要分时间给就是女儿家人或者自己这样子。所以这个时间管理是你在帮他处理的？哇哦。今天去看女儿的学校，主要的判断标准是什么？费用。感觉。你只是去参观个幼稚园，戴一个爱心眼镜。我告诉你，我跟你说，他你以后上学的时候敢给我化妆去上学，你就完蛋。他有遗传，妈妈喜欢时尚这一块，多反。安娜几岁可以化妆？啊，28。28也太久了吧？16吧。16太早了吧？16哪有早啊？你们会有想象说，哇，以后可能会有什么兴趣啊？可能会。我零想象。零想象。我零想象。真的、哦？那你会希望女儿，比如说学一个，比如说乐器吗？不一定。真的、哦？但这个就是逼不来的啊。我觉得就是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。我那个时候也是逼，我都考到四级了，我现在啥都不记得。四级什么钢琴？对啊，他考到四级，六级不是吗？那我四级是吗？你妈妈，你妈说你不是说你妈妈说考到第一个过关，你就可以不用弹钢琴，啊，然后他就去学打鼓啦，一个小胖妹去学打鼓。来打一次鼓给他们看一下。好 ，three two one go。对对对对对对你知道我不是你女朋友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我是你的 auntie， 她每次都来找我。那又有禁止你去过什么行程吗？很多啊，很多。我跟你说，他每次呢在大家面前都说好啊好啊，你去啊，然后回到家他说去，为什么要去啊？你自己玩啊。刚刚梅姐说，看你看，
他都没有去参加过一些什么音乐季，然后你年轻的时候的玩乐他都没有玩到，然后你就把他娶回家了。他年轻的时候又不是我不让他去的，奇怪，这你年轻的时候没去过，怎么怪我呢？那他现在想去参加音乐季，可以？那现在去干嘛呢？现在去已经没有意思啦、啊。现在去那边都已经是23岁的，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妈妈，去那边干嘛？跟人家那边你在家跟我那边就好了。去那边干嘛？干嘛？无聊。对，妈咪完全那个脸就是写着认同。还是你叫妈咪一起去？当然啦、啊，妈咪下周还要跟我们跳来。对，妈咪自己都真的假的？对、啊，真的假的 ？Hello。嗨。哎。嗨。今天直播内容大概是什么？双十一为了要卖东西，对，为了要展现一个血血的状态，对，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分享的概念，对，这个分享比较好笑的是啊，我刚才要直播之前啊，我滑了 Facebook， 然后看到我们最早2019年的直播的那样子，很恐怖，那个惨不忍睹吗？我不知道我哪来的自信，我素颜。然后我们那时候，然后完全就是超胖的时候，我就直接说啊，好啊，可以啊，没差、啊，就是我就录了。然后现在回去看，我想说天哪，我那个时候怎么敢会做这样的事？怎么没有下架呢？但我后来觉得没关系啊，就是人就是这样，不可能永远都是在一个完美的状态。我就想说，我接受它流传在那个。对啦，我这东西到 internet 上面就收不回来了。Once it's out on the internet 就收不回来。然后皮肤状况也是该用 normal 才会变好。累了。现在以前那是1:30才差不多出去玩的时候。现在1:30竟然累了。那你等一下早上6:00是有吗？又在吗？我觉得我就坐计程车好了，让他睡一下。OK OK。那你们要弄什么呢？没有啊，就是我们要盘点我们的一些货啊，然后把那些盘点货不是应该要叫员工？员工。但因为太早了，所以就是变成说我可能这边就是。把那些产品就是放好，就是放好对的位置，因为这样子可能员工才来去接手。他们这样子可能就是你看11:00到，当然会轮班啦，但就是到晚上的9:30，所以其实他们的时速也是蛮长的。我是 Nomail 的司机。那个 3D 图到这样子看实体还是蛮可爱的。后面注意啊！某一块的我也很挣扎，我花这么多的时间来去陪伴公司的人，去让他们感受到我的存在，感受到我对他们的爱好了。那我家庭呢？我女儿呢？就是又会有一个分裂的状况，觉得说。啊，那我的时间怎么去分割给我女儿，然后再到朋友？现场很感谢，是刚刚从结束的米秋。真的？你每次吃完夸奖，你吃一口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啊啊，好大口！没办法，你只能用这种。用这种很浮夸的方式吸引他，让他想要吃饭。他们都说什么让小孩吃完就是都已经到10岁。那有办法？你要怎么样很浮夸，但是没有夸奖他？哇，你看这个饭饭好好吃哦！你看，哇，肉肉，大口啊！哇，菜啊！哇，玉米啊，大口啊！才刚点菜呢，看他点的多不干。啊，自己拍拍手。OK， 那么帮我们去另一区表演完了，谢谢。我两个都努力，把他叫过去，然后没东西吃，对不对？玉米，赞，给自己一个赞。好像还要再一次，第一次，还是不会用。
第一次是天道这样的心态，这种会有一种感觉，会觉得很棒的感觉。最早的心跳多早就有心跳了？一般都六周就可以。六周就有心跳了？有心跳，对的。哇，好快哦。嗯，对，好快哦。好，好的。OK， 很好。OK， 谢谢。李叔想再问一下，是说那个他有要参加那个马拉松，但是是半马。然后呢，因为他是在这个过程之前。他都一直有很规律的运动，我知道。对，只是想说要问一下说 ，OK， 好，这一段就是一个 presence and exercise 的一个 topic。嗯，目前全世界也没有定论说孕妇要怎么样，我们最主要 fitness 就是适合你自己的体适能就好。如果是比赛是一回事，自己跑又一回事。我自己跑一公里我都没关系啊，但是我如果跟人家比赛不太一样，这个时候会不会造成你的子宫收缩，就见仁见智了。这个就是，那你就要开始去把我们的事情分成急迫性、重要性啊列出来，切个 list。原本我觉得我应该会很鼓励我太太，我现在不太敢，不太敢，真的不太敢。他讲的好像有点稍微保留，但是不是其实就是我怎么去看待这场比赛的感觉？因为我是觉得我没有任何的竞争感，我反而不担心这个，哎，我反而担心的真的是这个时间上是一个长时间的比赛，对，还是再想想看。哇，大家心情非常的愉快。握拱门咯，加油！今天就要拍一张，完蛋了呀！完蛋了啦！得了，帅，加油！